相知相惜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人生里有了意义，因为有你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啊参与与会的啊各位我们超马的家人，好，那么我今天哈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应啊，所以想说。来这边跟我们的超马家人啊分享一下啊，那么我是几个礼拜前啊才走进我们超马家族的这个一个小螺丝钉啊，啊因为一个机缘啊，刚好那个新佑我的那个引领人新佑师姐啊，她在我们的这个超马的这个网络界面上啊打了一篇文章。刚好有一个错字啊，刚好那一天我看诊提早结束，那我就在那边看看，诶，我说哎，这个界面这个文字这个字好像错了，那我就跟他留话，那就这样子跟这个新佑哈师姐哈就结上缘，他就把我引领进来超马家人，啊就这样子。照理说哈，我是一个读科学的人嘛，哦，我不相信这些。身心灵的东西啊，但是自从我跟新佑认识，他引领我进来之后，我整个改观了，我整个改观了，我相信灵魂了，啊，身体我一定相信了，心理我也相信，但是这个灵啊，我始终五十几年来哦，没有在我的思维里面那个思考过，啊，那么。我今天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哈，我今天早上一大早五六点，我就到澄清湖，还有到湿地公园去花新佑给我的一些疗愈权利，还有一些单张啊。哦，我今天刚好也都没事，医院也都没call我，我这很多事情都很能量都集中在一起，所以我今天一大早五点多我就起来就开始。帮这个我们这个超马哈，这个来做工作，就好。那早上这个传单那个本子都花完了，那我就休息一下。然后中午我一点多，哦一点我就到，一点不到，哦大概十二点四十几分我就到了屏东田野中心，好，那么我就开始准备上课，好了就开始后来一点钟就开始上这个。我们太阳导师的这个线上的这个网络教学，但是后来上啊，事情就开始发生了，在1:51，我有一个培训，他是我们高雄市一个顶尖的学校的一个老师，名字我保留了，性别我会保留了，他就留给我一个男人过来，我很少跟培训之间在留难。但是因为这个人我已经看了快他2年多了，哦，他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，所以我也很担心他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奈留给他。他今天1:51的时候留给我奈是这样子写，洪主任你是不是很忙，哦，第二句话我真的快要疯了，第三句话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面对好多无情的恐惧，好多人与人之间的恐怖的真相，还有利益冲突、人性的恶心。事实上，他的 depression 啊，已经发作了。depression 就是什么？沮丧。depression 就是忧郁。但是这个 depression 啊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。事实上，它有很多的症状，包括了 panic。就是恐慌，就是竟然刚刚打开手机啊，这个 panic 就是恐慌啊，啊，那么事实上他今天给我这个 line 嘛，事实上我真的很担心，他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，我选择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看到这句话我整个心都凉了。我就马上跑过去跟新佑讲说，新佑，我有急事，我要马上离开。
我脸色很焦虑，然后新友跟我说，那个主任到底什么事啊？我说我就把这个男友拿给他看，他跟我说主任，你不急着走，今天来上这个课能量是很强的，你等一下坐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位置，那你能量最强。他说今天的事一定可以解除，他跟我讲这样子。你猜我相信了没有？相信，真的相信哦。我真的相信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。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会相信。照我以前的这个经验哦，我是不可能相信，我马上会离开屏东，会马上赶回高雄处理这个配训。后来新友跟我讲说，一定可以解除的，我就马上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这个配训，我说某某某，主任，我现在人在屏东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处理完会马上立刻去找你，你就当做太阳的能量已经照到你了，已经温暖在你的心里面了，你等我几十分钟。我说你等我，你就想成太阳的能量已经到你身上。我说他讲这样子，事实上我也没把握了，真的我没有把握。后来我换上电话之后，我就真的依照这个新佑的这个交代，我就坐到最前面一个位置去上课了。上课，我照理说我的个性很急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今天下午一整个下午啊，就在屏东听源中心啊上课，我很安静，我内心很安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上完课，就做心法，啊，做心法事实上是我今天去屏东的主要目的，啊，因为那个新友一直跟我说，主任，老师的心法哈，能量很强，你一定要来做，我也相信，真的我也做了，我做完之后，我马上跟，那时候已经大概快要四点了，快要四点。我马上驱车啊，我就离开屏东那个片源会场。照理说那么急的事情，我开车应该很快，是不是？会不会很快？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呢？慢慢开。我心里面就有一股力量，告诉我把它晒得热。我怎样把它晒呢？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晒，或这样子开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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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就大概四十几分钟之后，照理说应该好，时间到，我赶快说快，好说快。到了大概四十几分钟，我才开到高雄他家。啊，我一进门，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而且还在等我，因为我交代他，太阳的能量照到他。所以他也相信这句话，在等我。后来我经过我马上处理跟看设林之商，然后药物处理之后，后来他就康荡下来了，康荡下来了。啊，事实上我今天想跟各位家人啊，说明这个我的亲身经验呢，最主要是我只是想告诉家人啊，大家好，事实上今天的体验啊，让我深深的化掘太阳导师的能量是存在我心里面，我也相信这个能量是存在我们家人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今天我这个 patient 哈，他就得救了，他也度过了这个难关。哦，新佑在我离开屏东的时候，交给我一本书，我放在桌上。对。交给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，他告诉我说，主任，你把这本书交给你那个 patient、哦、所以这他也欣然接受了，我特殊交代他，你要放在你的枕头下面睡觉。对，所以我看看再过这一两天我还会再去找他，
好，那么如果有后续的情况的话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再跟各位家人再做一个报告，谢谢。